早晨，你几多号 number 啊？我几 number 九三一一。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Desmawati Alamsyah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13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离咗婚，我有两个仔，16岁同埋8岁嘅男仔。你有两个小朋友，你识唔识得照顾 B B 啊？我识。你识得点样照顾 B B 啊？我帮 B B 整理啊，我俾 B B 饮奶，我帮 B B 换尿片，抱 B B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做嘢喺南半，四年照顾就生 B B 男仔，2021年到2023年喺南半2年照顾人家80岁，2016年到2018年。哦，你又照顾个 B B， 又照顾个老人家。你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我帮婆婆种呢样，我俾婆婆食饭，我俾婆婆食药，我帮婆婆按摩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蒸鱼、蒸蛋、蒸鸡。瞓嘅早餐，落咗衫，补鸡冻，好唔好食啊？好食。你惊唔惊狗啊？大只狗我惊，细只狗我唔惊。好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。